一个这个。那种效果肯定比液压制冷剂好，这个表面的效果。但是这个角度不是很直角啊，这个太圆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圆是吧？对，这个对。它这个会更圆，比液压制冷剂它折出来会更圆啊，更圆。你把这个另一边也折起来试一下。要不调一下，调一下，不要那么圆的。啊，这个可以调？可以。这是什么原理？它是等于说你的间隙放大。不用调嘛，但是还是会比液压折冷剂折的更圆，只是我们是微调。手动折也很轻松。还是要，因为你料厚。